子潮不会拍照，老是拍女友翻白眼。是谁喝到甜的？谁演技这么好，连影帝也被骗？吴康仁担任一日店长，这次换粉丝们在台上拼演技。是你吗？各位观众，你被骗了。你这个动作好像在拍手机哦，对，真的对，可能再加上刚好，对对，而且这样，而且拿得很稳。不知道现在记者都身兼多职吗？但讲到照相，就想到姚元浩事件。正常的男性朋友通常不太会拍照，笑笑完以后，然后开始翻白眼的时候就咔嚓，女朋友很忙。他也会常常把你拍吗？多了，没事啊，我觉得这个事没什么，就是一切都没事没事。我觉得演艺工作是一个很吊诡的一个世界，而且女生还是没有跟男生平等，在这个圈子，就像你这个事情，哪天男生被拍了，会这样吗？男生穿个小裙子被女生拍了，如果把这个东西换过来，会变怎么样？对，让大家观赏我的那个，会变这样吗？性别在这个世界跟演艺工作其实还是相对不平等，这个。女生还是要保护，也是保护性。如果不认识她，但她是女的，对，是需要保护，应该要保护，不应该这样子。